英国文化协会邀请到了英国相当知名的乐团三角洲 Saxophone 四重奏来到台湾进行全省校园的巡回演出，带您一块来欣赏。 弦乐改编的四重奏作品，在音乐完整的 Saxophone 诠释下，和谐的管乐旋律听起来一样完美。 改变一般人对 Saxophone 只运用在爵士和流行乐风的刻板印象，这个来自英国的乐团三角洲 Saxophone 四重奏可说是英国现代音乐风的代表。第二次应邀来台，要做全省校园的巡回演出，同时进行文化交流。真的要他们可以蛮多了解英国的当代文化艺术，也是除了看以外，也是可以参加。 透过艺术，让国内学子激发音乐潜能，沉浸在音乐世界外，也能对英国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东森新闻赵佳琪、方庆玲台北报道。